这些就是你的狐朋狗友吗？你连我上大学的学费都不够了，他们还叫你去打牌。睡觉去了。爸，回来了。润哥，三缺一啊，你不来？你要是不来的话，那么多年朋友别做了啊。好。爸，你怎么突然又要去赌？咱的日子才刚好过一点，给你钱不是让你去赌的。爸看病了吧？那快带老人家看病去啊！那这都不好意思啊！喂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这是你自己赢的，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？文总，你今天手气太好了。就是，那么我这个手气就好，我打了一宿，就活了一把。我一把也没活。我也验的。得了，我这儿没了，我也没了，我再也没了。哎呀，来，那这，这什么这？赶紧拿着给你女儿交学费去吧。老太，你今天这个手气实在是，我一把也没活。我看你什么手？赌王陈翔六点半。